是传播晚间节目，节目隆重开演。好，那么前面所有的国民又大家安安大家好，今天今天咱这个大客厅哦，嘛是咱的节目最初，咱的甲新年农历就是咱的7月27日，而咱今天哩咱舞台的方向嘛是咱的中区，咱的普陀会，咱的现场。当然，今天我们最精彩的节目呢，从我们的7点会陪伴大家到10点哦。3个小时的时间，希望着咱姐姐、咱的好朋友，咱若要看节目诶，咱麻烦咱车卡来对面咧。好，因为在我们外面还有很多的汽车、机车，会经过啊，所以希望着咱今天咱要看到精彩节目的好朋友，帮我们往里面来做靠近就可以了。在咱这个时间上哦，精彩节目上线的咱现场好朋友已经看了非常多天，啊，当然今天哩，咱嘛要吼在咱精彩节目开始进行，先来感谢着咱的请主当属长，特别来感谢到呢。是我们的胡伟宏家，也感谢到林淑文林董事长、黄永顺黄董事长、郭明田郭董事长、王景筹王董事长、陈柏瑜陈董事长、江炳松江董事长、陈建良陈董事长，感谢萧成豪萧董事长、林怡良林董事长，还有我们的黑熊董事长，感谢陈冠全陈董事长，以及我们的周明全周董事长，还有我们这个非常力挺我们这几次呢这个盛会的写在那前副楼主，我们的郭一凡副楼主哦，这个今天用心来做安排呢精彩的节目，陪伴大家3小时的时间。恭喜啊，在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，先来自我介绍，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应璇，陪伴大家最开心的晚间时光。当然咱的前面介绍完毕了，也要来介绍咱的后部，有着吼咱的少年团主咱的梁明孔松来做帅娘，来自咱的后辈金彩虹影视传播电脑爵士大乐队，谢谢我们大家。